早晨，大家好。好。真的告诉你听，我看着投资，战战兢兢 ，OK， 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这个题目呢，其实好多每一晚我爱与被读到的时候，通常人都是不同的人生。有时我真的听不到的，所以我一晚我就听见一出戏，我先帮你讲一出戏先。这出戏呢，就给到我启示，我要讲的。这出戏讲起两母女，那两母女呢，一个是八十几岁，一个是六十几岁，相依为命。咁啱呢一日咧，個女發覺自己患咗一個叫做老人痴呆症。阿媽仲好健康，冇細佬哥哥姊妹，兩個人存在喺身一個社會。咁樣，如果你俾平常時嘅人，嗰、那個阿媽咧就會有怨魂怨氣，你講做咩嘢落咁老？我仲係面對咁一個困難，咁個困境，係會問上帝，上帝要做乜嘢？呢個咁嘅故仔係發生在我哋偏僻，但我哋冇發覺到，因為我哋太注重我哋自己，我哋有自己嘅問題，我哋有自己嘅睇法，所以我忽略，我好多時候忽略人哋隔離嘅感受。呢個媽母親。母愛是天生的，八十幾歲，希望女兒講我照顧你。八十幾歲點照顧呢？你開始運動，係開始整個自己好健康，好健康。因為知道一日吃女兒比你仲重走，佢好健康，佢平時日運動，起身運動，人哋忍受氣女嘅嗰啲。因為有病人死去很多很多很多怨氣，很多很多不滿，咁我通常已經有行為嗰度再出嚟，做阿媽嘅人手，係人手。所以呢、這個故仔俾咗我一個啟示，就係、是、我哋要活在當下，活在當下包括好多好多嘢。如果我冇信主嘅人，佢會活在當下，追求世上嘅嘢，明知每一樣嘢喺世上係有限期、有效限期。你食緊嘢，你乜嘢嘢，人生都有限期。因為我哋係知道，我哋嘅人生嘅路程係一直線，生命線係一直線。又就係生病、老、病、死。病幫但係老幫死係你冇可能控制嘅，係我哋上帝控制。你又唔可以怨恨做邊個生咗呢個家庭，得咩？你有講你有聽過細佬哥幫阿媽講？阿媽你都冇得到我同意，你帶我嚟呢度做乜？有冇？冇人可以讲一句话，因为生命不是在你手上，是在神的手上。所以生命是一条线，每一日，今日22号9月24，你谂住365日，明年仲有廿，但是你不会翻你22号9月24，嗰路程是向前。咁你向前行嘅时候，你抱住咩态度？咩嘅哲学？我哋讲有啲人哲学，抱住咩嘅心态？抱住希望或者失望，或者好，或者好啊？咁我哋悲观，呢啲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个个人一样，我哋所面对前面所面对嘅嘢系一条线，生死，到我哋嚟到嗰阵时，我哋谂住我哋。
好好，但是我们爱每一日付出，付出神的话语力。OK？ 你看那个诗篇，我们讲诗篇九十，神已经帮我们讲开，不是日子长或短，不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怎样活养质，现在我们讲的是个长啊，长或短的日子，不是讲你有几度，活得几多日。我们可以计算，我们可以计算，打完讲，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九十诗篇九十十，我们一生年日系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惑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便好悲怨气。即系讲响呢七十或者八十，转入创世纪都要讲过。耶和华讲人的俗语去脱皮的，我们的灵就不会弃了，灵就不会用边永远住在我们入面。因为个日子如果可以到得120，顶开120，你记得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讲起有些人活了几百岁，但这个时候这个情景是无可能。这里讲的70、80，我想问下你哋，你回到家阵去，响你家阵嘅年龄，家阵嘅时候，你系咪已经过咗大半，或者好似人哋咁，已经大半世啦 ？OK， 你望翻转头，你会觉得人生真系好快活，唰一声就过去。不知道是不是有时我们的路会走回去那么快，觉得之外觉得不是好，不是之外很早好像昨天发生的事，其实这个会发生几十年前。所以你看这些事，有时我们真的坐下来想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起身睡觉吃东西做工揾钱求神，呢啲系普通普遍嘅人所活嘅生活。你问到我哋有时都系起身食嘢食早餐做工，面对嗰啲嗰八个小时，面对好多好多唔同嘅挑战。OK， 翻嚟休息，又再瞓觉，再另外一个人。你觉得这些很苦吗？你觉得有意义吗？你觉得我成功来说，我很喜欢看这件事，我很喜欢看人，我很喜欢看那个人，他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心里的东西，但是我看不到他心里面那些负担，那些苦毒入面嗰啲嘢睇唔到，但系我相信一样嘢，俾你睇起行路嗰时，你就睇到嗰啲人系担住好重嘅担子，向生活上打拼，或者系佢好轻松，因为佢乜都已经得到佢所爱嘅嘢。所以呢个事情系，所以我好中意睇，因为我好中意了解人。我很喜欢了解人，因为我了解人的时候，我就会了解自己。等我了解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啊，你对我得不错，我会感恩。所以我很通常我很喜欢看，但等讲老实话，有时你见到有钱人，你都会讲做咩唔系我呢，系咪？我呢呢个好，呢个好，呢个系每人会谂嘅嘢。会有的事。我的职位和我做的工作，帮人计算
按计数，按谂，即系讲，谂计点样，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通常呢啲系生理上嘅问题。通常生理上嘅问题咧，都会如果你帮佢，你俾到佢信心，亦都帮你讲屋企嘅嘢，私人嘅嘢 ，OK？ 因为信心，所以我可以帮你讲。在我手上流传得来流传就是我在我手上经过的是在我的十几个面这几个面你看我面前嘛。如果我是年轻人的人说哎呦神做什么你不会给我呢做什么你给我买呢但等我认识神开的时我有多些时间跟神一起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是不会影响到我去但是如果你没有神我们这个平时人说是会开始开始妒忌开始不满做什么我的生活帮他的生活更大的区别分别那么开始怨恨开始怨恨开始整个整个家庭不满所以你走不出这个问题。你记得以色列人的子弟以色列是向埃及走出来的事是不是向一个偏僻地方四十年后做什么呢是不是成日学兵成日得是我做什么做足球人因为人的正是少你就爱多啲，俾多少就爱多啲，俾多少爱多啲，你永远睇唔到最尾嗰个点。我哋个个都系一样，包括我自己。但系我哋会帮自己讲唔系噶，因为我哋有主，我哋有主。咁分别有主嘅生活，包括无主嘅生活系好大分别。但系点解叫有主嘅生活？是不是你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属你 ,OK? 我接受开你我洗你就是有主的生活吗是。主的生活不是只是说我属你我知道你我叔叔你是有十字架死开了复活。复活。但是这个不是个重点那重点是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但是你都最重要的重点。是你爱活着享气的生命之中。如果你说你是有主的但是一样好像旧摆那样的生活有什么分别一点分别都。但是我想尝试问你们有几多人一日有这本圣经来读过没多十分钟。十分钟有。因为你又知道这个圣经是话是活的神讲开就算个地球冇开这个话一样是真的。但我们不是追求真理我们追求的世界上的东西。世界的事是什么权力名声拥有。我们忘记开神说我们追求的东西是永恒的。永恒的。有什么找神是永恒的神是真理的。有什么找是用这本书里面找。我试问你们有真正的开到屋这个书里面读过一遍。如果你说你有主入面主内生活我真的想试问你们。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是听不住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很黑的。是变化不同。你一起身的时候 iPhone 4面最平安的那一一下子因为做什么会快改变因为人世界上的人是追求的一样的。一样就是我爱满足你们人类所爱的人。但是我们不是这
啲你可以滿足到我哋。我哋係神嘅兒子，我哋按神口嚟做我哋嘅入邊。如果你講你係有神，有神嘅真理喺入邊，但你俾我睇到我，你俾你邊邊人睇到我，你影響到人哋我。你記得，我記得有冇一個經文呢度？佢講到耶穌講到，嗰奴仆咧就會再整到你入喺做好多停勢嘅，因為你係響你嗰個奴係仆就就有破壞性 ，OK？ 但係你我入到神嗰個入邊嗰個，你嗰、那個嗰、那個 gate 嗰個門係咩咧？係窄嘅。即是讲什么东西，我们不要将世上的东西给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走这人生的路，有主宰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放下很多东西，放下仇恨，放下怨气，放下一切你的旧我，然后你只可以入那个门，你带着的是神的话，不是你身的服从大。所以我哋一定按每一日度神嘅话，呢啲你帮我讲嘅容易，系真系讲嘅容易。但系每一样嘢，每一样嘢，就算你去做一人工，嗰个工可能你唔系好熟悉，但系你都会行第一步，你先可以知道呢个 OK 唔 OK。咁呢个系。我哋讲操练，人生就系操练。人生如果系平平淡淡咁过嘅事，你唔系操练嘅事，你边度操练到有神嘅话语响你心中，有神嘅生命响你心中，你同咁过吗？冇。你面对问题你就走开去，你面对困难你就掉开去，呢啲嘢系你冇可能面睇到神，你话操练。我操练操练神的话，神的话操练你看到神帮你讲的话，操练每样嘢都是操练。我哋做工，我做工，我系咁多年开，我操练到我有呢个行业，我系企得住。我操练，我经过我跌过起身，我见过起身。人生系一门学问。嗰门学问唔系向社会学，系向心理学，分别学，分别学。所以，为我哋每日起身嘅事，做咩我哋讲活在当下？我哋活在当下，即系讲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所有嘢，第一件事起身嘅事，就系帮神讲：你改变我，你嚟操練，因為我哋啊，你睇下我哋嗰個，即係我對我嚟講啦，我唔係一出世咧就向一個基督教嘅家庭入邊，我係拜拜，我媽係拜拜，你哋蘇媽都有咁樣嘅感受，所以好多人係我哋向生活之中係已經即係講已經係入開根啦，你白我。跟啊！我哋知道咁样呢啲咁样做唔啱，拜神应该点拜，或者点样点样样。我哋好多嘅迷信，好多嘅不智，呢啲系响我哋自细到大呢样嘢咧。你帮我都冇可能除得到，除开神，除开神嘅话，我可能做得到。我可以帮你讲，我成日帮神讲，我考试，我每日都未考试。当考试，我帮神讲，我今日考试咯，又肥下啦，又肥下。我哋仲系响住学习操练，因为呢个系一门学问。记得你嘅操练帮你学习，一定按圣灵做。我哋做唔到。当我年轻阵时，我年轻阵时啦，
我好中意參加嗰啲講座，尤其是鼓勵性講座，我睇好多鼓勵嘅書。咁我識開，我認識神開，我發覺到一樣嘢，嗰啲新書鼓勵書人一個鐘係靠自己能力，靠自己意志力，但係人有限㗎，會老㗎，會死㗎，會病㗎，你邊度係靠你自己？咁我發覺到一樣嘢，我哋真能力靠神，我哋係無能的。每一日你愛靠神，你愛靠神記得一樣嘢，就係呢一道神嘅話語，嗰度係俾到你清楚，嗰度係我哋講嘅係你出到社會，你拎住神嘅話語，嗰、那個係咩咧？嗰、那個係叫做你嘅武器，你嘅武器就好似耶穌。響四十日嘅時期，佢已經絕食開四十日，佢上到山上嘅時，每一擺嗰個魔鬼人有氣嘅時，佢一定講一樣嘢：聖經講，聖經説，聖經説，唔係聖經説，聖經説。所以我哋愛每擺用聖經，愛用神嘅話嚟面對一切嘅困難，嗰個聖經嘅係聖經話係有力噶，但係我哋咧就知道係有力，我哋冇用，我哋冇用，包括我自己有時我都冇用，我哋冇用，我哋忘記開嗰把刀係幾力啊，嗰把刀好力。活在當下。对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如果我不是神的儿子，我活在当下会寻求世上的东西，我会做一样，好像今摆很多年轻人，你看见家阵很多人去旅游，我们就问有钱吗？不是，他们享受，因为咧 ，COVID 俾到一个唔同嘅谂法。COVID 嗰阵时，人嘅生命几脆弱，你转眼啲人就起来，年轻就系咁退，所以俾到 COVID 系有个伤害性嚟，俾佢知道人嘅生命有限，又唔知几时结束，佢就。呢種活在當下咧係冇得意嘅，因為你認為我愛係享受，到到你老嗰時，你冇能力做工嗰時點搞？啱，活在當下，可能你又講 OK， 我唔不一不齊人，不識一齊，我就去做犯法嘅嘢，因為錢嘛，錢嘛，錢可能可以解決個問題嘛，去又走去歪路。所以活在當下有好多定義，人睇你係點樣睇嗰樣嘢。活在當下，世人活在當下，我今日諗起一樣嘢就係、是，我聽過一個牧師講，你認為？那些吸毒的人全部是吸毒，近時他很困，他很走不出，他沒有神，他就試一下，你給他試一下，那一刻已經是在整到整個神，整個生命，整個人的前途為開，因為那一刻是最好的一刻，是最好的一刻，人就是這樣。你第一次吃刺的時候你多開心啊，你再吃了幾次沒味道嗎？就一樣好像這個吸毒的，就是那一口已經是毀了你整世人，因為那一口是人追緊那一口來滿足去那塊危險，很危險，很危險，很危險，
所以呢，你睇到呢個社會，社會每一個人都係咁樣嚟生活。有啲人有揾錢，諗住有錢就係可以滿足一切。但我哋知道，我哋如果錯得，你慢慢諗，我哋知道有一個地方係冇可能，係冇可能可以滿足到嘅。嗰、那個地方，嗰、那個空位咁嘅入邊，係我甚至可以滿足到你嘅，係甚至可以滿足。所以我哋每一擺做一樣嘢，就好似白世界講，你買間屋你住開，哇！你真係開心啊！三四年就知道一樣。所以人啊，有嗰樣嘢唔識感恩，呢、這個人性。我哋要知道，我哋活在一個社會係為開乜嘢嘢？如果我哋係神嘅子民，我哋係唔同嘅，我哋係唔同。喺加拉太書20章，你記得喺度講明，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棄。這個經文呢，我很重要。這個經文是提醒我一樣嘢，就是我入面住的是基督耶穌。喂，我知道入面住嘅基督耶穌，我會步步為營。我驚真真正正我步步為營，我驚我行錯踏錯，我會步步為營。你哋我知道一樣嘢就係、是，你如果你講你係神嘅子民，咁樣耶穌喺我入邊活在入邊，你幫我講，你敢幫人哋講？我是信啊，我有信教嘅，但系喺我有犯錯，你俾到人家睇你好大嘅犯錯。講古仔俾你聽，唔係古仔影劇，係最近我經歷嘅。我喺德龍播，你個個都知我有堂車，嗰堂車咧貴啲嘅車咧就冇俾人揸嘅，咁我忘記開。我冇開工 test， 我完全坐齋落嚟講。咁要問下咧，嗰、那個 police 咧，個碼頭咧就個同事開我，叫我停喺邊皮，所以我停喺邊皮。佢幫我講，你知道你嘅 test 完全過開兩年，我真係唔知。但我有同做咩你知道咧？原來係個係個電話嚟打我嘅。我的車牌佢知道我冇去騎個車 ，OK？ 咁我講 OK 啦，係講咩？係講你有我點樣幫你？我講你有點樣幫你？你有點樣幫我？咁我係講佢一個數字100。本來咧係幫講，哦，你有信託咧，哦，嗰啲因為當我係老噶嘛，老乜嘅我呃得到啦。你講你有信託啦，咁我係就講啦，我係講啊。OK， 100元，我幫你講，3元幾多錢？300。我講有 discount 嘅喎，入喎，求嘅，你講入，得啦，你俾我3元，我幫你講你俾我3元，你講係個人，你有一隻係，因為做咩？我係老師，我企喺佢講話，我講唔到，如果我俾你，我講，我真係俾，我幫我講，收3元俾你，走啦。咁我幫佢講，我試過幫佢講，對唔住，我幫唔到你。我俾你又幫唔到，起碼啱我幫唔到你。所以有啲嘢咧，咪係你愛真係清楚你嘅位置喺邊度，有神嘅喺度。其實幾痛心下噶，300元做得好多嘢，百分百。我哋知道我哋愛點樣活出神嘅
果你唔行，你变得行咁，无论你有几叻，一定我一定话操练，我一摆操练，个操练几辛苦都系行，因为你发觉到人生真系唔同，人生真系唔同。响我哋如果讲我哋系有神嘅生命嘅事，有圣灵嘅大人，我活出基督耶稣嘅生命咧，我哋一定要记得呢样嘢，爱系最重要。呢、这个爱咧唔系我哋人间讲嘅，呢、这个人值得爱慕，嗰人值得爱慕，即系话好似神死咗十字架，死弃爱世啊爱世人。你觉得你值得俾神爱我？你有很多犯很多错，但神一样爱。嗰种就系神嘅爱，唔系我哋讲。系都唔值得爱，因为你自我中心大。其实我哋系自我中心大，我哋会用我哋眼光睇一样嘢，系批评一样嘢，批评另一样嘢。嗰样嘢唔系神唔系咁样睇，神照样爱你。你几邋遢，你几咩，我照样爱。就好似嗰個背叛嘅仔翻轉頭嚟，係幾邋遢，係露到一樣垃圾。如果我活在神嘅愛之中，係你得俾理由，嗰人值唔值得你愛？你一樣自我愛。如果你俾理由嗰樣嘢，就唔係神嘅愛。神嘅愛活在你入邊。OK， 咁我哋睇下神嘅爱系咩好，重复下神嘅爱系咩好。哥林多书前，哥林多前书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三节 ，OK， 有冇？我想问，因为。其实我要问下，因为呢方面做咗好多，但有时我又自己更改先，所以一啲嘢就 OK， 我一路做啦，好冇？其实我好唔该嘅，可以帮我打嘢嘅，几多下嘅。我若能说出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无碍。我爱你，可以讲好多话都无碍，我就成爱。明的锣响的白一般，好听啊，有声啦。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了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如山绝无碍，我就算不得信。啲爱几重？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粉受并粉烧，却无碍，仍然而我无益。所以讲你做乜嘢嘢爱，做乜嘢你都无碍，做你中意，做你出发点系无益。个爱唔系你嘅感受嘅爱，系神嘅爱。爱是恨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记更不记妒啊！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不做害羞害羞的事，对不起，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再失。难做冇？我其实帮你讲嘅难做，我成日听人讲呢个经文系俾神。其实我认为系错，神系俾我哋，但系咧。呢样嘢就好似我哋对神嘅信心去操练，人生一定会操练，
要你做咩啊？从踏出第一步，所以第一件事，如果你真的爱，活在当下，是神的指引，你一定爱有主的，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之中。第二，我们要知足与感恩。我认为人啊，人啊，很多人，这个是性情，这个是我们的本性，人的本性。我们从来都不会知足帮助别人，我们还要要求别人。知足感恩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学，很大的学。如果你帮年轻人讲，你有知足感恩，他帮你讲，是不是要我家阵不用发挥啊，不用做啊，就这样就是啊，过一世啊？不是，因为神都有讲你有努力的嘛，经文入面讲你有努力的嘛，你不可以懒啊懒的人搵唔到食的嘛，你有勤力。但是知足即系讲，我将我爱做的嘢做到好嚟，再换第一步。第天日我有好嘅，因为今日当下活在当下就今日是天日天日的当下就今日所做嘅嘢会影响到你天日，会带俾你天日的后果。OK， 所以活在当下，所以你帮年轻人讲，唔系叫你唔好去追求，系有。即是我每一拜你回头，人每一个爱向神，因为你知足有命，你已经开心去做到你应该做的嘢。天日有天日的嘢，我做不是不做，我活。但是有些人咧系点讲咧？今日活，今日又有事谂天日的嘢，咁我讲做乜嘅嘢咧？我咁样，你开始埋怨，开始睇唔到将来，你埋怨，你唔系活在当下，你系忧愁。埋怨，咁你帮我讲，如果神俾一样嘢你，你睇得到么？你睇唔到，你真系睇唔到，你已经盲咗个眼，睇唔到你面前神所俾你嘅嘢。将知足会带到个位，你会遇到一啲你谂唔到嘅嘢，你谂唔到。但系我哋要感恩，就算我哋好似。好像我环境，我有个我在外国有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久很久了，他讲到会把你遇到什么问题的事，困境啊，吵架啊，第一件事你就去只是赞美神，赞美他，你给个机会我，你给个机会我怎样活出你的生命，有一个这样困境的人。爱赞美，爱感恩，感恩，感恩好重要。问感恩人士，即系讲，我感恩人士，我将个权交翻俾神，神你嚟处理啊！我将个权交，呢个感恩，感恩去有气将你，将你，将你，面对咁样问题，去就系讲，我训练到我哋每一。你就会发觉到你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活下去。你不要看边皮人，你看边皮人，你愿意不识满足，你愿意不识喜乐，因为你看边皮人，你觉得做一个武器咁样讲嘅。神俾你嘢，你都唔识嘅咁样嘅福气满足，咁样成睇边皮嘅人，你边度会开心呢？你人生会充满好多嘅不满、毒素，啱唔啱？所以咧，我哋要感恩、感恩、知足。腓力比书四十一至十三，十三咪听十三，为靠助。
亞加與比亞加及我能力弱嘅，凡事都能，凡事都能做。OK。OK， 好深啦 ，It's OK。So， 你睇呢樣嘢，仲有你睇其實我哋蘇媽都係需要食，需要食。你叫我做一啲嘢，我真係做。我可以幫你講今日嘅講章。我真係覺得虧欠我神，我幫神講，我發覺我好多嘢做啦，我係從晚黑跟我翻嚟我先做，但係所以咧，我叫牧師幫我祈禱，我只係揾神嚟講個話，講用我嚟講氣話啫。我幫你講，我準備嘅，但係我有神，我愛放鬆，我有神。所以我希望神會，我希望你會感受到神係將我救，唔係我，因為我真係冇，我真係有時人有人啦，就係喺在我呢度一個感受。所以咧，感知足夠感恩係好重要 ，OK？ 因為你每日做一樣嘢都係神有背後。你看保罗向腓立比书的子句讲明，你讲明好自重，好自重。无论你做乜嘢嘢，因为你的最大的注目系由神嗰度，系我自己。但系你个成个生命系注目响神嗰度嘅事，你忘记咗自己，所以你唔会觉得有咩嘢唔好，因为点解咧？你会觉得好喜乐，好开心。因為你的神可以幫你處理很多事，只是你愛順服，你愛順服。因為你人之人之間，尤其是無論你什麼環境，無論你什麼的關係，人之人之間，人語言之間一定有摩擦，有摩擦。我記得，我唔知有冇讀過一本書，係講我入邊住緊基督耶穌神嘅生命，內內嘅嘢我一定唔俾人壞，因為入翻落去陣時氣。生根人士，我好艰难，百害。所以人哋讲啲嘢，人哋点样去话你，或者点样去批评你，点样去整到你好伤心，唔好拎啲嘢挤入边。第一件事就系唔算，就好似耶稣钉咗十字架嗰时。去幫父神講，饒恕佢，佢唔知道佢做緊咩嘢。我哋用咁樣嘅饒恕神，就饒恕人，佢哋唔知道做緊咩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諗深一層，佢有咁嘅反應。第一件事，我哋要睇下，係唔係我哋用啲嘢喺我哋行為之中，喺我哋話語之中，係咪我哋冇嗰個？了解冇嗰個知識，因為每一樣嘢，如果你好即係講有智慧，你會覺得呢個人記得一樣嘢。我哋每一個人係唔同嘅，你可能圓，可能方，可能我哋每一個人真係唔同嘅。所以我哋就講神係幾巧妙嗰啲，真係你唔可以了解到神真係好奇妙嘅嘢，極每個人，你哋一拍手指冇嘅，咁佢千千萬萬呢啲啊，每一個係一樣噶。你要睇到哇，神真係偉大，明白冇？所以咧，你要了解到你嗰個唔一樣，佢幫你用
拗撬嗰咩嘢，我哋要用一個愛心，係咁 ，OK？ 可能佢嘅子心情不好，或可能係遇到一樣嘢 ，because 每一個人要有自己嘅問題，自己嘅困難係佢唔可以幫你講噶，唔講得嘅啲嘢，有啲嘢可以幫你分享，有啲嘢分唔得，所以你又了解到每一個人嘅處境係你唔可以了解。因為是這樣，你就去每晚遊樹，遊樹氣，遊樹氣，因為你會安心的，你又會將你寄養入面，因為這個生命是耶穌基督耶穌的生命，不好整壞。所以我有了解，人家我有識放下。你中前去講話不行，有什麼東西？你記得耶穌為你行起釘子十字架的事，你很多事有人問你問題，他一句話都不出聲。做什麼我們可以不出聲？可以做什麼？因為我不需要幫你解釋，因為解釋越遠，所以有時不是說你聽，但是你幫耶穌講是會搞定的。不要中止人家的錯處，不要中止，因為每個人都有錯，沒一個人是完全的。如果你都不完全，為什麼你不可以饒恕人家，不可以放下呢？對嗎？饒恕放下，行前面的路再行。所以饒恕放下是很重要的事。你記得馬太福音64-15日子，神講話：你唔要恕人哋，人哋神就唔要恕。記得呢樣嘢，你唔要恕人，神會要恕你嘅。你捉住啊！我哋都唔完全嘅人，我愛神嚟要恕我，所以我要恕人，唔好捉住，因為我哋有時咧。真係啊！太過自我中心好大，包括我自己。OK， 以弗所書4:26-27講嘅，有冇啊？冇真咯，即係講我哋如果嬲人時，最緊要唔好犯罪，唔好犯罪，唔得犯罪，因為做咩咧？最嬲人時，你最好做一樣嘢，係根據你嘅性情，你嗰陣不滿愛做，你殺人啊，可唔可以嗰啲殺人犯嗰啲啊？以後你已經即係我誒，即係嗰個 moment 嗰個時間嗰時候嗰陣時，去神去理智，因為點樣犀利智咧？因為佢嘅自我中心大，佢冇諗到人哋。佢只係講做乜你咁樣做，我就嚟啦。做下嗰個時候，你犯錯失控，你嬲，所以嬲咧唔係記得，你開嬲一陣間，咪你未幫你瞓覺，即係講你未瞓覺之前，唔該，忘記佢，冇帶到就行入你嘅夢中 ，OK， 所以。我哋講啊，人啊嘅生命，你愛點樣嘅生命，係你嘅態度，你嘅態度決定你人生嘅生命，人生生命，你愛行邊條路係你態度，你嘅態度。如果你嘅態度係要輸。放下，唔愛俾佢，要輸放下，你唔好入立面啊！唔該啊，寫咗，你俾一啲咁樣，你比較開心。你記得羅馬書8:28，大家都知道啦，互相效力，啱唔啱？啱好，所以即係講到係。你睇羅馬書8，我哋
叫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上帝啊，叫爱上帝嘅人得益处，就系按气嘅旨意被召嘅人。即系讲，如果你遇到问题，你遇到困境，遇到咩嘅事，呢个系有时系神旨。神嘅旨意做咩咧？就因为爱你长大，爱你有呢个处境，知道你嘅。你的不足，你的去補償，去俾你訓，去俾你操練。所以你應該講，其實我又聽過好似啊，其實一米你堅強嘅人係幫手你成長嘅，所以有時你真係唔該人哋，多謝人哋。我係經過嘅，我經過嘅，我可以講你聽。这个是事实，是我鞭辟的人整我好彩，整到我成长。如果我真的在路上是无，因为人生的路程是高高低低。如果我的路程，我的人生路程是因为我没感觉，或者我不会反应或者什么，是比你踏踏过的人生呢，是你不可能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答复。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感恩祈祷。我哋知道啊，喺耶利米书嗰度29:11，我读俾你听。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哋所还嘅意系赐平安嘅意，唔系国灾祸嘅意。若要爱叫你哋幕后有指望，指望啊！我哋有指望，我哋有望噶。你们爱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许你们。你们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爱寻求平，你爱寻求你祷告，爱求平，爱求，一定爱求平。给我们一个很刚强仁爱警守的手，向这个提我太后书1:7，对不起啊，我还是转不来啊，对不起，我还是转不来，我还在学。记得丰盛的人生，我睇每个人都爱丰盛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唔爱丰盛的人生，尤其是我哋系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丰盛的人生系有充满圣灵，有充满爱，充满感恩、知足、祈祷、给到神。试下，你唔系独立个体，你系神嘅儿子，你系神嘅儿子，神向你之中，感受下祈祷，感受下嘅带领，圣灵有啲时间俾你，特别帮你讲，呢个都系操练之中，都系操练之一。我可以帮你讲。我感受，我哋即系我有一个时间系，有时人嚟讲，好似我几多年前啊，好多年前我开始操练自己，好多年前有一个定嘅时间，朝早
因為我是自己的屋，所以我可以走一點，我可以早上五點起身，三個小時，因為我讀英文、中文，我咪講普通話，我聽普通話聽佢，我喺度，所以變咗我好多時間，但係我覺得幾好喎，我覺得我人生有個轉變，我有個轉變，我幾開心啊！其實我開始可以享受到。可以感受到佢嘅存在，呢個係錢買唔到嘅，但係佢係 free 嘅，唔使俾錢。OK， 錢買唔到係唔使俾錢，無價之寶。OK， so 好啦，你領受到神嘅話語未？領受到啦，收到啦。收到是行動的喎，係啊，感謝神，感謝神。其實我幫你講，我寫了很多，但是呢我幫神講，你講啊 ，OK。我希望你哋得到佢意氣嘅指示，我都得到，我都得到。企喺台上咧，我哋一樣分享佢嘅話語，好唔好？我感謝神，我哋俾人一個好短嘅祈禱，感謝神，感謝你神，你嘅帶領你嘅話語，使到我哋生命再有一個火花。個火花係我哋要觀住你，我哋成身，我哋嘅靈，我哋嘅心，我哋每一樣嘢都去觀住緊你，因為神真係你真係我哋救主啊！你係我哋嘅一切一切。我为你我地唔知向边度，我地就好似嗰啲失魂嘅人喺世上，唔知边个方向去行。主啊，怜悯我地啊，怜悯我地，我地需要你，你嚟使我地每一步都系跟住你嘅旨意行嘅。主啊，多谢，多谢你嘅话，多谢你话，奉耶稣得胜。